AutoFull 奥风 WCA 2016唯一指定电竞椅，八彩呼吸灯，四 D 扶手，内置蓝牙音箱，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。极客、极致、极酷，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，带你来一场身临其境的战斗。制胜之道，掌指之间，狼派电竞装备。专业电竞品牌 iGON 爱公为 WC 2016官方唯一指定显示器品牌，爱公为荣耀而战。戴尔 Anywhere 为 WC 2016官方唯一指定 PC， 专注于游戏领域高性能电脑及外设。扫码关注 Anywhere 官方微信，了解更多精彩活动。挑战1500万总奖金，尽享《岛塔魅力》《英魂之刃》4000万玩家的共同选择，微端精品三秒下载，热血赛季《英魂》喊你战一起。站在最好的赛场上，让更多人为你欢呼。这是全部吗？不，你还拥有无限可能。英雄的竞技场，玩家的寻梦地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WC 2016世界电竞大赛职业选赛 S2 赛季的比赛直播。我是 4Dream。 我是雅雅。今天我们会带来这个魔兽争霸项目的 B 组的小组赛的最后一轮。然后我们这个第一场比赛应该是这个Fly 对阵玉米。对，这场很关键。对，这个其实是影响了，会影响整个的这个对小组的一个形式。跟排哥分析了一下，好像是Fly 这盘必须2-0赢才能保证自己是稳出线。对，要不然的话，如果他是，就要看下一场的结果。我们看一下 B 组的一个积分情况。玉米现在是5分，浪漫现在是4分，然后 Fly 是3分，翻译哥现在是0分，估计应该是出局了。然后现在的情况呢，就是玉米必须Fly 必须2-0赢玉米才能保证自己小组稳出线，否则他就如果他输一场，他就只能寄希望于浪漫挂给翻译哥。这样的话就是浪漫挂给翻译哥的话，他还是有机会出。如果他要是失一个小分给玉米的话，玉米可能就能保证自己的小组第一出现了。对，玉米现在的形势还是比较好的，他只需要拿1分就可以出现。对，所以他的压力会稍微小一些。是的，但是如果玉米是0-2输给 Fly 的话，然后那这边翻译哥又是2-0战胜这边浪漫是2-0战胜翻译哥的话，那就是浪漫有可能，对，玉米就被淘汰了。玉米就被淘汰了。对，那就是浪漫的小组第一 ，Fly 的小组第二。哎，对，所以对于玉米来说，他必须要拿一分，对，一定要拿一分。是的。不过，在三张图里总会有一张是他的优势图。是的。所以看一下玉米的，其实只要精心准备那一张图就可以了。那现在像选手应该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准备开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地图。地图的 BP T R T S T M L R 是被ban掉了。好，第一张比赛地图是 AI。AI 这张地图，然后是 AM 和 EI。然后 AM 应该是玉米选的，我觉得。然后 EI 可能是 Fly 选的。然后我们准备进入一下第一场的比赛。看一下这个 AI 这张地图，其实对兽族也不是特别好打。看一下。好，看一下吧。但是怎么都比 LR 要舒服一点。玉米这边应该是要双敲了。这个图双敲只能是开矿吧？这个图开矿有点不好开，其实不好练。它真的不好开，它那个点是离对方的家很近，
主要是那个毒的怪，你前期又双敲，这个、有没有步兵？点的话，这个地图如果要双敲的话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练的点呀。嗯、你去练地图中间主管那个点吗？只能是加速练级。但其实你不双敲的话，你就算不双敲的话，你门口那个点正常练完剑圣也过不来啊。嗯，我觉得看一下玉米是怎么样打算会不会练这里呢？这个点有点大。看一下吧，有价值的点感觉也是那里了。练掉一个宝就走呗。有价值的点是那里了，但是就是觉得有，怎么说呢？前期伤经济伤的有点多，而且他这个祭坛的位置，你看，如果练左边的那个点的话，他是不是应该摆左边好一点？现在反正玉米不知道准备了一些，玉米反正是比较喜欢在赛前准备一些针对性的战术的、嗯。是的，他是比较喜欢准备比赛一个人。看看他准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打法。嗯，弗莱这边应该是很正常的，正常的对，嗯，他没什么太多的，速度一般是没什么太大的变化，可能就是在逆动升本跟正常的升本。玉米没有升，没有造兵营，没有造农民，他是要下雪吗？也不应该、嗯，下雪也不对。哦，你是说没有造兵营是吗？对啊，不造兵营，这是去哪边？应该是那可能就是练门口。嗯。他就是不造兵营，速生本哦。直接点基地了，一个房子直接升本，嗯，二本速度会非常的快。这可能是因为他前期没有步兵，所以他需要一个比较快的把大法师出出来的一个原因。嗯，因为没有步兵的话，前期练级是肯定不想要被骚扰的。剑圣这边是。Fly 没有用农民探路，好像，嗯，没有农民探路的话，所以他的剑圣也是第一时间选择了抓，嗯，怕你一个头环，怕你去开矿，对，他因为上一次好像就是这个打过这个土被开矿开死了，直接是用这个房子加上伐木场是把路口给封住，嗯，玉米选择这个战术也是因为这个图练二太好练了，对，太容易练了。但是练二好练，同时练三又不好练。对，但所以他就是二级以后就去骚扰了，嗯、就不断的骚扰。然后因为自己二本特别快，所以可能会骚扰的兽族非常难受，因为一会儿兽王出来了。你可以看一下兽族家，你看弗拉是一个单地动的科技吗？嗯、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，他应该不敢单地动科技、嗯。他如果是一个单地动科技的话，我还觉得他真的有可能被玉米骚扰的很惨。现在的话，玉米只能是骚扰一下第三个地动，别让他造。嗯。而且现在 Fly 家里好像还没有商店、嗯、刚刚摆下，这边应该能看到有一个水元素可以去蹭两下，看看能不能看到，如果看到这商店的话，它的目标就应该确定为、哎、好像没看到。嗯，剑圣也是一直在跟着对方的 EM， 不想让他去家里面干扰建筑。剑圣现在还是零经验，这边稍微卡一下剑圣，让剑圣没有办法跟住自己的 AM。对。嗯，家中也没有。二本已经马上好了。嗯，二本马上就造好了。嗯、因为他封家是封住了，封住的情况之下可能是不用补的。好了，买了鞋和粉。买了鞋应该直接去招了。哎、这边 Fly 是强行冲进去买了一个绿皮。绿皮，对。这边用水人招一下二英雄。嗯，钱不够吗？够了，兽王缺木好像是。嗯，升本快的时候就是会有这样，因为正常的人族会在一本升二本的时候把钱给花出去补一些步兵。哦，这个意识非常的好，直接就抓到了 Fly 练这个大点啊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绿皮，应该是不太好点掉。兽王过来，兽王过来就可以了，卡一下，稍微卡一下就能，还是有希望的。嗯，这个大法师是有鞋的，你的操作空间是比较大的。嗯，这边是兽王，是一直在骚扰，在侦查这个左边这块的，发现左边没有，所以大法师直接抓到了这个位置。啊，这个绿皮应该是能够杀掉，但是是带着兽王出去溜了一圈。嗯、对。家里的话是有水元素和猪，二本建筑有点不太敢放。对。这个把兽王勾引走还是？绿皮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的。其实我觉得玉米不应该升锥，他带着兽王去，那个你去蹭他的、嗯、
没追掉。你去蹭他的商店也好，你去蹭他的地洞也好，可能都比追死一个绿皮给的这些经验要好很多。兽王是在绕路，但是我觉得可能追丢了，追丢了。这感觉没骚扰到还没有追死这个绿皮的话，就有点亏了。对，这个二本的意义就做二本的意义好像没有太体现出来。对，而且他二本其实好了之后，因为有一段时间的缺木嘛，两个法印不是同时放的。点一下，点一下，嗯，这样的话没有拆到东西的话，这个苏二本确实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。这个而且小歪在第一时间就出来了，地洞的时间也没有阻止，建筑也没有拆掉，感觉人族反而有些亏。弗兰也是比较机智啊，刚才拿绿皮去勾引你，溜了世界一整圈，关键是还没杀掉，这是个问题。如果能把那个绿皮杀掉还可以，对，就是也虽然不赚吧，但是起码我不是亏的特别多，少亏一些。好，直接 TR。 这个他这个民兵跟大法师是分开走的，他这个打法确实是要抓紧一切的时间了，因为小歪身上一个魔石，这个还是很好的一个魔石，看先把这个绿皮想办法抓掉，能不能抓掉。女巫还没上来吗？啊，这能结一个大计，卡一下，然后这个大计先杀掉。兽王小心啊，这个狼骑了。对，但是有狼骑不一定有网。应该是没有网的。对，因为他的兵役刚好嘛，出一个狼骑可能现在就在身。网快好了，马上就好。现在是塔的位置是比较激进的，这个塔是可以威胁到祭坛和兵役的。对，因为对玉米来说，其实速生二本的就是这么一波，速度比，其实感觉好像也没比平时，就是二本一波的速度快多少。他没有耽误到兽族的东西，主要是，对，如果要是一个正常的人族的话，他退几次兽族的建二本建筑，退几次地洞的话，其实这个时间也差不多是这样子。现在过来的话，这个兽族的兵又有两个白牛和一个绿皮在后面点塔，然后前面的剑圣在砍你的东西，你这个塔根本起不来。对，现在我们看火力，其实法师全部都在点在剑圣身上，因为这段的操作，我觉得其实并不是很好。对，没有步兵，这时候的劣势也是看出来了，没有步兵点不动这个英雄和狼骑。步兵的作用还是有一些的，比如说前期的拆建筑，还有这个，哎，能不能把这个绿皮点掉？绿皮上一个灵魂链，再一个加速，哎呦，感觉杀不掉对面的兵啊，输出太低了。是，只有法师部队的话，确实输出很低。我觉得这波 TR 应该是 TR 不下来了。这波如果没 TR 下来的话，就基本上失败了。就整局都失败了，因为这个战术过于的激进了，有点，就是完全不造步兵的话，也没有起到他战术应该起到的作用。只能说玉米这个想法是有的，但是好像 Fly 的防守更好一点吧，一直都没有能够干扰到 Fly 家里的建筑。也是因为可能玉米这个战术用的还不是练习的不是太多吧，可能是临时想起来的。就是一些应对还没有做好，没有想好怎么去应对。现在女巫的数量很多，但是打不动啊，问题是这边白牛的驱散也已经好了。是，兽王顶不住啊，现在已经是直接绕过你的塔过来了。对，直接砍你的兵就行了，你没有没有东西能打狼骑这个部队。刚才就是一个剑圣在前面顶着你所有法师部队的输出，然后我后排的狼骑加上白牛套了灵魂链和苦攻，还有个绿皮，还有绿皮，一直把后面的几个塔点掉。这样玉米就很难打了，因为自己的部队感觉这一波是送了一波经验啊。送了一波经验，兽族没有任何损失基本上。没出门，在家练级了相当于。现在跟兽族对练的话，那个
玉米也很亏，因为兽王这个英雄练到后期、哎、好像要被抓呀。是的，这被抓了，抓了我没有 TP， 我觉得要 GG 了，没有 TP， 没有 TP， 直接 GG。嗯嗯，也确实是没有点练，就是你、他 fly 能一想，一看他附近那些点，他你不可能去练分矿，是的，你这时候你练不掉分矿，然后只能是练这个点。嗯，下一盘所以就直接抓过来了。如果你没在，我就自己练就好了。嗯，下一盘可能应该是有一盘有一张亚马逊吧，我觉得玉米可能会，对，应该是亚马逊吧。嗯。也只能是打亚马逊了。嗯，要不就是 EI， 应该是 Fly 选的吧？对 ，Fly 还是比较喜欢打 EI 的。嗯。而且对弗莱来说，玉米之前的开矿战术已经在 EI 上跟他用过了，可能作用会小很多，对，就可能不太会有一些防备了。对，应该会有一些自己的应对。第二盘比赛地图是亚马逊，这盘的话，应该说玉米必须要拿下。如果这张地图输的话，他就也要看浪漫的脸色了。对，他也是只能祈祷浪漫输掉比赛。否则的话，浪漫只要是赢，应该积分都会在他的上面了。对，所以其实每个人都现在都不好说自己肯定出现。嗯、今天的比赛太重要了，嗯、包括咱们这个就是，对，也就只有范一哥比较稳。嗯、好，我们这边重新建一下房间。哎，我们的房间在，怎么好像不知道是密码被泄露了，好像还是怎么着，怎么进来了这么多人。哎，嗯，好，我们重新进一下主机。假的水友冒充了房间，以前在 BS 还有别的平台上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，就是要知道比赛在哪个房间的话会有，对，就是有那种可以改名字的话，就是起一个表白的名字，建个主机在那里给等着。嗯，什么那个天王加油，弗莱加油，或者是什么问我爱你之类的。好的，我们双方选手终于挤进来了。嗯，这盘的话也要看一下玉米是不是有准备一些什么战术。第一盘的话，他确实也是准备了一些，虽然是我们看到效果是并没有打太好。感觉今天的比赛确实比前两天整体来说，水平上要准备上要稍微高一点，明显就都是准备了很充分。嗯，对，虽然可能有的人发挥出来的，有人没发挥出来。您现在收看的是 WC 二零一六世界电子竞技大赛职业选赛 S 二赛季魔兽争霸三项目小组赛最后一天的比赛，就是 B 组玉米和 Fly 的第二盘。现在 Fly 是1-0暂时领先。看一下地图 AM， 左边红色的人族玉米，右边蓝色兽族是 Fly。主要我们还是视角锁定一下玉米这边吧，看一下他前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嗯、好像前面还是很正常。对，这一局其实没什么必要，因为练级点太近了，你双敲意义不大，而且都比较好练。说白了，这些点。那其实我觉得玉米他无压力到二，应该还是要求变，因为对于弗拉来讲的话，他是国内防 TR 防的最好的人族。嗯，二本的 TR 战术，你在前期如果占不到足够的优势，想去 TR 掉 Fly 简直太难了。我敢说国内没有一个人族可以说100%把握能打下这种局面，所以他至少前期还是要有一些变化，必须要有一些变化，必须占到一些便宜。而这个图又不太可能前期开矿。嗯，所以看一下是否二本选择一个 MK 然后练级的这么一个打法。但是这么打的话，其实打 Fly 的优就没有什么太大优势了，就是因为 Fly 的大阵操作是很强的。嗯，除了有的时候会日常一下。嗯，只能是就属于拼硬实力了。
剑圣。这个图应该双方应前期应该都是剑圣，应该也不会来抓了，因为你也不可能偷什么太奇葩的点，嗯，最多你就是把这边练了，也可能性不大。看一下弗莱有没有放商店，还没有放，也没有放第二个地洞，可能是先升本再放了。嗯，对，这盘应该先升本了，单地洞了。那单地洞的话就没办法练齐了，因为没造商店。是的，还是只能骚扰了。买了一个头环。嗯，这边玉米也是看到了，第二个地洞放的相当的早，在放商店之前就把第二地洞放了，也是比较惧怕人族早期过去骚扰。嗯。这边先练一个宝，这个宝其实伤害不高，就是很容易就练掉了，所以剑圣打这个点和这个点都是比较不错的，嗯，但是这个宝物拿的有点差，嗯，不太好，嗯，有点差。他剑圣应该说剩下几个都是多少有点用的。对，那剑圣先跟一会儿大法师。玉米家中也是正常的升了一个二本，这局，嗯，很早的放下了防不长，这么早，怕自己二本缺木吗？这边也是一个正常的日常的骚扰，嗯，假装骚扰，也骚扰不到什么东西吧？这个是的，第三个地洞只是让你回家而已。我们看到弗莱他商店都不造，就直接摆了二三地洞，嗯，就完全是很怕人族过来去干扰一波。好，玉米渐渐的就能够利用这个水人，就可以把剑圣给甩开了。嗯，但有一个大忌始终跟着自己后面，嗯，也很烦。买鞋，好，被大忌看到了。没有绕开，这边商店，然后这边大忌也在出第三个，应该是第三个大忌也在出。哦，选择了直接练，嗯，先提升一下自己等级到二，这个商店应该是能够打掉的，嗯，还有玉米家里二本。还差四分之一，哦，剑圣没有鞋，所以肯定是追不到的，追不到，肯定容易跟丢。反正现在兽族的二本，因为科技非常快，所以他二本已经好了，然后同时放下了磨坊。嗯，这是弗莱他自己的一个防 TR 的习惯，他比较喜欢是放磨坊的去防。嗯。我们看其实 ZDR 在打零零的第二盘也是放了磨坊去防，并且一开始的时候效果还是不错的，但是感觉 A 出去的时间点上有一点偏差吧，嗯，导致那一盘后期是没打好。好，这个商店只能造在里边了，嗯，然后外边放了一个 BE， 现在没有太多的资源去放 BS， 应该也不一定会放。好，放了刚刚好。木头还是比较缺的，因为退了几次东西吧，退了一次商店。哎呦，这个 BE 应该也是要退掉了，这是要退了，嗯，就是不知道 BS 会不会退， BS 退的话就很伤了。哦，我觉得就要强行拆了，强行拆这个 BS。嗯，可以。死英雄也要拆了。哦，对，建设这边那个兽王已经还往里缩，能多拆一个地洞不能？我觉得这地洞肯定是拆不掉，但是看看能不能打一下这个商店。还走了。嗯，用这个召唤生物去打一下商店，也许能打掉。哎，好，大法师再来招一个，那商店也打掉了。嗯，这样的话，玉米这波还是比较赚的。对，就没死什么东西。暂时是没死什么东西，嗯，主要英雄没死就好。嗯，死了一个目标。外面的那个 BE 还可以再来一轮，嗯，他的大法师和那个。而且现在兽族因为被差两波建筑以后很缺木，现在只能造一个建筑。然后应该还得赶紧补一个商店必须得补。嗯，这边步兵也是拉回了三个红血的步兵。嗯，准备再去来一波。嗯，他应该是找一下 BS 或者是商店了。我觉得现在 BE 应该是差不多了，点商店就已经很伤了。
对，这个点商店，没有商店的话，点商店一会儿这个来一波的话，你这个身上什么药都没有。哎呦，我觉得 Fly 这盘没有商店真的，哎，野外野商店，野商店但是被发现了，被发现了。这个 BE 其实用处不是很大，在仿 TR 的时候。就是现在，而且关键问题是弗莱现在还卡着人口，他 BE 造好之后，他狼骑出不了。他木头这么缺的话，而且狼骑出了也研究不了网，对，这很尴尬。只能买绿皮了啊！买绿皮这个选择还是很明智的。是的，这盘的局势其实是比上一盘玉米那个快升本的要好很多的。对，这盘骚扰到太多东西了。嗯，这个商店始终起不来。对。这个猪也是一直在左右两边侦查，反正不能让你把商店起来。好，玉米家里已经出发了。是，看一下 Fly 现在人口虽然不低，但是都是大 G。对，三个大 G 一个强行，赶快多练一些级。他练这组段，我觉得其实挺伤的，因为练完之后状态会很惨。哦，这个剑圣的装备不错。嗯，能练一个三。买一个群补吧，只能。对，赶紧买一个群补。买个群补，因为这个。刚才这边的商店又被退掉了，这个商店不断被退的话，自己没有补给。嗯，里面还这盘 Fly 有些不太好打，看一下这一波。这一波的话是两个女巫，不是三个男，两个男巫，三个女巫。这个商店又被退了，哎呦，只能是实在不行到在这里吧。对，只能是到兵的后面，基地的下方、啊。现在应该能造出来，但是。再奶一口往前强冲，强行剑圣，因为级比较剑圣的级比较高，所以强行在这杀对面的男女巫啊，瞬间杀了两个，这个速度还比较快。对，剑圣身上装备非常好，一个这个加了十四的加了十四点的攻击力，好，直接吃了一个群补，现在已经把男巫都杀光了，然后这边自己。死了两个大 G， 嗯，那绿皮还活着，准备回头拆塔了，该回头拆塔了。变了，农民回去圈修，这边可能还要再死一个大 G 了。哎，好的，这个塔好像打不掉，不太好打啊。他反过来点了另外一根塔，我觉得因为有这个中间这根好像没有退掉。有这个的这个看，现在玉米看到了要开始点这个绿皮了。有这个绿皮的存在的话，点这个塔太快了。是的。再奶一口，绿皮往后拖。对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先把这个绿皮打掉，这绿皮应该能够收掉。收掉以后，看看这个塔能不能起来。哎，收完过去补刀了。玉米。哎呦，但是小白到三了，这个弗莱的等级太高了。对，魔还很多。现在步兵死光以后，这个狼骑没办法打了，不太好打了。嗯，网住两个女巫。哎呦，这些女巫都要一个一个死掉了。是啊，这个。狼骑的控制是硬控，你就是跑都跑不掉的。这个塔如果能起来的话，能起来一根，能起来一根能够能稍微缓一下。哎呦，起不来了，起不来了。这剑圣的输出太高了。剑圣这局宝物实在是太好了，这个攻击力太高了。嗯。塔都起不来了。这点塔简直跟绿皮点塔一样啊。对，再奶一口。这速度。弗莱也是在自己家中被骚扰的比较厉害的情况下，也是，选择了去练一组段，确实是练到了很好的宝物。嗯。他右下和那个商店，而且获得了很多经验。对，右下和商店这两个练级应该还是比较果断的。如果他要是一直被迫在家防守去打你的召唤生物的话，我觉得这盘他就真的没戏了，真的就挂了。现在就是利用一个高的英雄等级来。兽王被围。哎呦，这个兽王被围了。我觉得这盘直接就死了。嗯，感觉这一波就要 GG 了呀。嗯，真的走不掉了。我感觉这即使 TP 了也要输了。是的。这面对两个高等级的兽族的英雄，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。英雄等级太高了，英雄等级太高了。两个三三的英雄，人族怎么着都不好打了。现在，嗯。而且这 BS 已经放下去了。嗯。这样的话，如果玉米这盘输了的话，就大好形势有可能出现不了了。对，只能看浪漫了。浪漫只要赢，只要赢就不行，二比零或者二比一都不行。
然后只有浪漫零比二吧，必须输，对，必须输，零比二、一比二，好像输都行。就是那其实是看范一哥了，不是看浪漫了。好了，这一波应该要 GG 了。玉米这一次也很可惜啊。对。小组第一的情况下还是被，因为这一次确实他最后一个对手确实很太强了，嗯，确实很强大，无敌，女兵拖出来搏一下，小丸、啊、小丸魔还很多，还很多，哎呀，强行杀大法师，杀兵就可以了，再套。现在应该怎么打都怎么赢了，因为剑圣实在是管不住了，没有 MK。哎，跳点错了，跳了旁边一个兵。嗯、好的，这一局应该马上就要结束了。总结一下这盘的话，其实玉米前期骚扰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，主要就是那个。主要还是弗拉做了一个比较正确的决策吧，就是家里面我硬手召唤生物已经守不住的情况之下，我选择去提升自己英雄等级。如果能够把给剑圣配一套比较完美的装备的话呢，自己去守这波 TR 的话、嗯、还是比较有机会的。对，而且他还顺便买了一个群补，这样的话弥补了自己的商店一直没有起来的问题、嗯。对，还是非常有经验的。嗯，看来果然防 TR 还是很强的。嗯。即使没有商店没有 BS 的情况之下，我还是能够防住 TR， 这样以后的人族玩家怎么跟 Fly 去交流？对，这样的话 Fly 现在是六分，然后玉米还是五分，然后看一下浪漫的，浪漫如果获胜的话，获胜就至少是两分了吗？获胜至少是两分，然后就有可能、嗯、获胜就是小组第一，其实他只要获胜就是小组第一了。对、嗯、因为他是对 Fly 是有一个胜负关系的，赢了 Fly 的。 对， 对，好，那我们这个稍事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最后一场小组赛最后一场的比赛。